上市公司啊，公司里面的啊，跟我们签约一样，都有一些相关的保密的条款。好，那检察官我认为是需要去了解啊相关的价格。好，那他们可以去询问。好，但是这个市场的事情跟我们指挥中心是无关。我们关心的是说它整体的临床的试验哦有没有照着规格标准做。那最后解盲的结果是怎么样，那可以作为我们在 EUA 里面的一个决定的参考。就是说以这个做一二期哈，以做一二期的一个受试的人数来做比较，那我们这边做的是哈，应该是说等于是一个哈扩大的哈。